啊，留伫美国，伫美国做建筑师，啊是刺奖案的主角。吼、哦，啊，等下咱开来好好听伊讲伊的这个故事哈、哦。好，咱大家请起立。今日，请坐。啊，各位，这个台湾政府哈，五十三届的这个学员，大家好早。皆さん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Good morning, everybody。我三国的语言哈，哎，拢会通安尼哈，所以真好呢，各位真辛苦啦哈，从坐到今嘛哈，哇，无简单，无简单哈。啊，最近安尼小连山，逐天拢落雨哈，啊，我咧烦恼讲，啊，到今仔日唔知有人啊无人咧哈，大家拢会扫墓咧，哇，我阁烦恼讲，哇，我台北坐迄个公路诶哈。我唔知搭车未哦，搭车我就迟到啊，我就歹咧哦。哦，今仔个足顺咧吼，啊真欢喜安尼吼。啊，来到这个所在，啊我拄拄啊吼，啊真感谢咱这副主席潘先生吼，伊拢特别拢请我一杯咖啡安尼吼，要功课以前吼，让我精神安尼，让我振作起来呢。本来真爱困安尼吼，咖啡啉落安尼，精神拢来啊吼。啊，看到大家安尼真欢喜啦吼！啊，我姓郑吼，郑自在吼。啊，我是早期诶留美的这个学生吼。啊，去到美国了后，佮参加台湾独立运动吼。啊，毕业了伫美国纽约建筑师事务所咧做工课吼。啊，一方面咧做咱台湾人的运动安尼吼，啊，1970年呢，啊，拄拄啊，这个蒋经国，迄当时是副院长吼，啊，访问美国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我就去笑话吼，哎，啊，伊来美国真好吼，啊，来个刺杀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就刺杀这个蒋经国吼，啊，我甲这个吴文龙先生啦吼。啊，开枪是吴文龙先生吼，啊，所以会使讲非常非常的勇敢吼。咱台湾四百年的历史内底，第一个吼，敢向这个蒋经国嘿，这个特务头咧，你敢甲叮当吼，抄鸡灭祖的呢吼，甲开枪安尼吼，啊，结果因为去警察弄一下吼，所以拍无着吼。甚至离伊头壳顶头20公分吼，拍无着安尼吼，真无彩啦吼。所以我倒来台湾了后，真个朋友讲：“哎呀，恁那遮含慢安尼，啊，遮拍无着安尼吼。”啊，因为我到嘿，专场内底拢政治人员吼，啊，所以你要出手吼，无遐简单啦吼。啊，了我是流亡伫。海外吼30年，啊，才回来台湾吼。我回来台湾是黑名单呢，伊无要我回来呢。我1991年吼，我即摆拢用公元啦吼，无用民国，因为民国爱甲办袂记吼。啊，民国甲公元差11年吼，大家也会记吼。啊，我伫1991年，回来台湾吼，我是摕水电的护照。因为我当时是水电人吼，我走到水电吼，摕水电护照，去日本摕中华民国的签证，哇，回来到桃园，到海关的时阵吼，要入口的时阵，甲挡掉咧，就多麻烦啊！我讲是安那，我这护照真的呢，啊，签证是恁好办呢，无问题呢，伊讲歹势呢。我这行政疏忽吼，啊，甲咧冲掉安尼吼。我行政疏忽恁家的代志啊，我都有参照会当入来啊，好甲冻掉咧，无要我入来。伫桃园机场冻3-4点钟吼，啊了后哇，4-5个少年咧围我来，就甲杀起来咧。哦，我咪带好一几包吼，好输伊吼，伊拄甲夹起来吼，四只脚挑天啊，甲夹起来吼。
我第二早在飞机顶吼，啊，原机甲送到去东京吼，好、哦、啊，我非常的受气嘞吼。我三十年来第一摆，我脚踏伫台湾的土地呢，哦，我看到台湾的这个树木安尼青盈盈的，足欢喜的吼，啊，结果袂当入来嘞吼。哦，我非常受气，我安尼好，啊，我要用家己的办法啊，回来台湾安尼吼。所以六个月后，我伫1991年六月，后来等桃园机场，哎，就入来安尼，好势好势，啊，拢无代志嘞，啊，是啊，无代志，因为我摕别人的 passport， 啊，摕别人的 passport 哦，爱有技术啦吼、哦，你来去找讲这个人和你写作差不多的吼。哦年龄、面相、身高差不多的，哎、欸，啊，伊个 passport 都要借你呢，伊若唔借你，你也无法度啊。啊，所以 passport 都借我吼，这个朋友真好吼、哦，我嘛唔捌你，透过朋友的朋友吼，是、哦、台南县的人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提一本 passport 都安尼，哇，都甲惊你话安尼吼，啊，结果第二天呢，我开记者招待会。讲哦，回来了啊、哦！啊，你要安怎呢？哈、哦，结果我想是讲，诶、欸，应该无代志嘞，哈、哦。咱回来家己的故乡是咱的人权，是咱的基本人权，哈、哦。世界，大家国家拢相共，伊的国民回去家己的国家，唔免任何的人的引准，你拢会当回去。啊，要出去是有甲你管制啦，哈、哦。要找到看你，你有欠少啊，无有犯罪啊，无啊，但是要回去，绝对无代志安尼吼。所以我想啊，这应该是无代志嘞吼。诶、欸，结果我甲起诉嘞，啊那起诉嘞，伊讲我违反国安法，偷渡入境，吼、哦，啊甲起诉，我、哦、好啊，起诉你起诉啊，啊比我较早回来偷渡回来叫你也对诶。拢判五个月、六个月一颗罚金，我想讲好啊，安尼互你罚罚咧，我就无代志咧吼。结果咧吼，这个判官吼，真难磨，阁真了受咧吼。伊甲判一年徒刑啦，哎，一年徒刑只要坐牢咧，爱关咧吼。啊，伊当时判一年，对我判两年，安怎讲咧？你若判两年吼？迄关一年，你就会当放出去，会当加息。啊，若判一年哦，会歹势吼，你要坐365天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甲判一年咧吼、哦。我是讲安尼嘛好咧，你甲判一年，啊，我利用这个机会吼、哦，要坐落以前全台湾安尼说一遍吼、哦。啊，讲这代志，让台湾人了解安尼吼。结果我坐到迄个头的时阵吼。伊就去甲杀，甲杀去啦吼，就甲杀去地检署啊，了就甲抓去土城关吼。啊，所以我伫台湾叫判一年吼，伫台湾坐三个感觉啦。吼，第一甲抓去台北土城吼，即嘛阿边啊咧关的所在，土城遐关差不多要两个外月吼。啊，结果呢，伊甲含一个重刑犯吼，一个太人的关做伙啦吼，哇！我著甲抗议啊咧吼，我讲哎，啊你甲情会按办啊袂按办吼？一轻刑犯啊，甲重刑犯是爱分开啊，那男男做伙吼，啊你毋捌字咧吼？我要要求一个人一间房间诶，伊讲无咧，阮著无房间互你咧，房间拢满咧吼。啊！你若改一个关一间哦，啊！你若自杀哦，哇！伊嘛歹处理嘞吼、哦。我靠腰啊！我三十几年个回来一届，哪有可能回来台湾自杀？哦！我讲无论如何，你爱一个房间好啊。哇！无偌久落来甲通知呢吼、哦。我有啦，有房间啊，你要去无？我伫对，有啊，高阳燕巢，吼、哦，高阳燕巢有一个家家。呵呵啊，我讲，想想来讲，你人无自由，我关伫台北，关伫高雄，相共啊，你无自由嘛，袂当倒去厝啊。我好，我来高雄安尼吼，哇，到台北啊，送伊个高雄燕巢咧吼。啊，伫高雄燕巢，
我甲听因遐内底人咧讲，台湾有叫做外裔奸啦吼，外野奸吼，啥物叫做外野奸呢？家讲吼，无围墙的吼，啊，房间暗时无甲你锁的吼，叫做外野奸啦吼。外野奸佫有一个好处呢，外野奸有周休二日的吼，你拜礼拜甲你放出去吼。啊！你拜啊，乖乖回来报道安尼吼，这叫做外野奸吼。我安尼袂歹哦，外野奸吼，啊无来甲请一下安尼吼，所以我落去甲请呢吼。啊，内底甲主家讲啊，你这袂准啊，你气色足严高，哪有可能会准？我、哦、不管啦，啊，你请看卖啊吼。结果佫有准的吼。啊，所以等高阳宴早，佫甲刷去台南关。这个山上乡，吼、哦，山上乡也有一个外野奸，吼、哦，台湾拢总呢有三个外野奸，吼、哦，一个是山上，一个是花莲的这个主将外野奸，啊，一个那时候是武林，吼、哦，伫个清境农场那边，哦，武林农场，吼，拢做三个，啊，所以就刷去遐，吼、哦，哎，刷去遐个有也袂歹嘞，吼、哦，一个电锯雕，吼、哦，姓陈，吼、哦。陈定啊，定是台湾人啦吼。我想伊有看我的这个犯罪记录啦吼。伊讲啊，这都唔是犯罪嘞吼，这都回来家己故乡的啊吼，啊判一年啊，真冤枉啊吼。伊就甲我讲嘞吼，伫外一家吼，犯人拢爱分组啦哈，一组一组呢，一组扫涂骹吼，一组种菜，一组饲猪的。一组饲鸭的吼，啊，一组去外口做工的吼，大家拢分组嘞吼。伊家讲吼，即个对啊对啊，我甲你分组伫扫涂骹的吼，但是你放风了吼，你唔免扫涂骹。你去即个鸭寮啊，遐一间鸭寮吼，啊，伫遐点点画你的图安尼啦吼。哇，对我袂歹吼，啊，所以我暂时放风，落去鸭寮画图。画油画，因为我吼、哦、学建筑的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油画有油画底吼，我开始伫遐画油画安尼。啊，下晡时放风嘛，小工呢嘛是画油画吼、哦，所以伫遐关差不多九个月吼、哦。哇，油画阁画袂少呢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一年末的时阵吼，啊，我出家的时阵吼、哦，我怎啊伫迄个家家门家口甲办一个画展啊嘞吼，就是即个我。一个家内底成就吼，啊，有一个画展吼，这是我回来了吼，这个代志吼。我坐家的是以前吼，我1991年回来吼，1992年行政院吼有一个啊设计比赛，叫做228纪念碑国际设计的竞图呢吼。啊，我讲设计是我本行呢，啊，我来给参加呢吼，所以我有招我一个同学吼，我成大工班的同学啊，参加伊这228纪念碑的设计吼。啊，拢总呢，这个案呢，哇，要到300件呢吼，有4件从美国来的吼，伊是国际竞标、国际比赛安尼吼，4件从美国来的，啊，结果最后呢。选8名来滴吼，我选伫个8名个来滴，啊，了等8名个进入去3名来滴吼，啊，3名来滴呢，结果呢，我这个作品呢得到第一奖嘞吼，哇，国民党民拢乌去嘞吼，一个要取奖诶，这个地主宅啊，得到行政院这设计这个第一奖，唔对嘞吼。结果这颁奖典礼吼，怎啊取消的吼？煞无颁奖典礼吼。啊，不过奖金照发啦吼，奖金奖金袂少嘞，200几万嘞吼，这奖金吼，因为案不只大吼，差不多4000几万嘞，这个纪念碑吼，这是迄个中央级的纪念碑吼。啊，咱知影各县市拢有一个纪念碑，这是县市地方的吼。啊，伊个费用较低啦，伊个费用差不多几百万啦吼，啊，就要起一个纪念碑，这规模无啥共吼。
啊，佮我伫两千，差不多两千，抗战年吼，即、這个蔡瑞月舞蹈社，各位毋知捌听诶，即、這个蔡水瓜，即、這个台湾人吼，跳现代舞诶，咱叫做现代舞之母吼，伊拢推行即个台湾诶现代舞吼，啊，伊已经过身啊吼，伫迄个澳洲过身。啊！伊原来一生哈，哦，国民党迫害哈，我佮判三年监禁，入去绿岛关的哈，即、這个蔡水官哈，伊有一个舞蹈社伫中山北路，啊，遐有一个案呢，有一个叫做公共艺术的案哈，啊，伊请我去设计哈，所以我设计一个啊蔡水官伫跳舞的即个公共艺术哈。伫蔡水我舞蹈社啊，吼，各位若有时间会使去看一下吼，用迄个棍棒做的安尼吼。即以上是大概我的情形啦吼。啊，我是建筑师，啊，即马退休啊吼，啊，我无做设计吼，但是我即马画油的吼。啊，各位那伫楼骹食饭吼，哎，唔好顾食饭嘞吼。迄、那个食饭的边啊吼，诶边有吊两百度，两百油的吼，这是我画的啦吼。啊，这两百油的呢，各位若有注意呢，会使摸登去厝吼。啊，这个钱呢，捐款呢，要捐到台湾政府安尼吼。啊，各位安尼欣赏一下吼。啊，顶个月三月啊，我有去这个。屏东牡丹乡，哦，即毋知有屏东来无？哦，哦，屏东来，屏东牡丹乡你捌去无？牡丹乡、满洲乡，哦，即个所在咱台湾人较无熟个吼，有影真偏僻，有影啦吼。遐、哦、就是讲有一条迄个步道，叫做阿郎伊步道吼、哦，啊。有一段时间咧吵了，用这个步道要甲开这个公路了，对啦。哦，这个啊，恒春下骹设了恒春去里的公路26号吼、哦，要通了，对吼。啊，通了后呢，全台湾这个公路了拢通啊吼、哦，但是迄节无通啊，所以有一个阿郎伊步道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我去参观这个阿郎伊步道，设做虾米款的吼。哦啊，迅速去了解吼，牡丹乡这个所在有一个事件，叫做牡丹事件，或者叫做台湾事件，这各位唔知道有了解无？吼、哦，牡丹事件吼，就是日本甲台湾发生关系的第一摆的这个事件吼、哦。啊，牡丹事件呢？在1872年发生的哈，迄当时呢，有一只这个琉球的船哈，这只船是叫做朝贡啦哈，伊唔知要去对朝贡的船哈，啊，因为遇到风台，遇到暴风雨，啊，所以有风吹来个屏东的北摇湾哈，北摇湾这个所在，北摇湾唔知大家有去无哈？八里湾的边啊，有一个九鹏大沙漠，吼、哦！哇，九鹏大沙漠，我一看，台湾真奇怪呢，台湾冇大沙漠呢，哇，真无简单吼、哦！迄沙漠个不只大，规模真大吼、哦！啊，船船和台风吹来个八里湾呢，吼、哦！啊，因就上了啊咧，本来船顶有66个人，吼、哦！啊，结果呢？我最毒死的哈，有三个毒死哈，啊，结果剩66个，剩63个嘞哈，啊，结果定了了呢，迄、那个所在就是台湾族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台湾族的过去呢，因对支那人呢真恨就对啦，因为支那人真残忍吼，啊，因为伊想讲，这琉球人吼、哦，可能是支那人啊。吼、哦，啊，个话也未通啊，吼、哦，所以从这琉球人杀呢，吼、哦，杀54个人，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剩10个，
台北市走吼、哦，啊，走的时阵拄到附近的汉人吼、哦，啊，跟暗号跟救吼、哦，啊，了呢，这十二个人给送返去福州，中国福州，因为迄当时嘛，啊个清朝咧管这个台湾啦吼，送返去福州，啊个等福州呢，坐船返去琉球吼。哦有这个事件发生了吼，所以这个消息传到一个日本的时阵，日本讲这大代志呢吼，将阮这个国民安尼五十几个人杀死哦，这大代志吼，所以日本政府的内阁啊，哇开始讨论这个代志，到底要出兵还是唔出兵？吼，大家意见不同，为战争要出兵，有的我万家出兵的吼，啊，结论呢，所以变作讲啊，无先向清朝来交涉，看你是要安怎吼，你台湾的人啊，你要安怎呢？结果日本呢派人到这个北京去吼，结果北京这大臣呢讲，啊，台湾这个东南部这个青番呐，是化外之民，吼。因唔是阮这个政府的政教的范围内底，就是无要插落底啦。这是法外的人啊，阮无关的啊。我日本听着安尼讲，安尼好啊。啊，恁无要管的时阵，我来管。所以就出兵啊吼。结果是三冬后，伫1974年，佮出兵吼。迄当时出兵嘛无遐简单嘞吼，要渡过一个太平洋嘞吼。所以日本呢？出三只军舰，哇，无简单吼、哦！13只船，吼、哦，3600个兵吼、哦，要来攻这个拜完族的部落啊！拜完族都无几百个人呢吼、哦，结果有拍入面吼，沿、哦、这个溪吼、哦、攻入面个迄个拜完族的部落，这个部落叫做 Guskus 吼、哦啊，中国话讲叫做高树湖啦吼。哦因是叫做 Couscous 哈，有讲入去啊哈，这个部落个阿个地点哦，因为后代阿个地啊哈，所以我嘛有去参观伊这个部落哈，啊，确实阿个有地啊哈，这个事件经过哈，所以当然伊无多战啊，人个正规个军队哈，啊，都失败战败啊哈，啊，战败了呢，日本就向清朝呢。交涉吧，我要退兵，但是你要安怎吼？啊，所以清朝呢，就赔偿日本呢50万两，诶，这个金啊吼，做补偿啊嘞吼，啊，就这个代志就结束啊吼。啊，所以这个事件吼，和咱大家和台湾有真切身的关系吼，这是日本跟台湾所发生的。第一件事件吼，啊，伫台湾发生吼，啊，伫屏东石门迄个所在有一个碑甲一个墓吼，啊，有写大日本吼，54个受难者吼，诶，墓带伫迄个所在吼，啊，嘛有一个碑吼，啊，写这个啊石门古战场，就是日本兵甲咱的这个台湾族。这个战争的战场吼，伫迄个所在，所以这个台湾的历史啊，啊，这个土地实在的物件啊，搁伫遐吼，啊，所以各位若有时间，嘛会使去遐看看咧吼，去遐了解吼，这个牡丹事件到底是安怎吼，啊，所以这是1879年的代志吼，啊，即马刷了伊吼，1895年，啊，咱知影吼，有一个《马关条约》吼，啊，这个《马关条约》就是日本佮清国的烧台的战争吼，啊，《马关条约》呢，清朝战书啊，因为日本迄个时代已经是明治维新啊，已经现代化吼，啊，伊军队呢，拢正规的这个军队受过。真好的训练吼，啊，所以清朝咧无法度清国拍袂赢吼，战书啊，战书呢
就是要有一个合约，啊，这个合约叫做马关条约，啊，在日本叫做下关条约，哈，啊，下关呢，在这个九州这个所在，哈，各位若去日本佚佗，哈，嘛使去参观，哈，下关这个所在，嘛有一个纪念馆，哈，啊，就是纪念这个马关条约，啊，是下关条约，当时咧签字的时阵，迄个情形，哈。啊！伊个表一个相片哦，真大张吼、哦。啊，有这李鸿章啦，因这人拢坐伫遐咧签字，吼、哦。这个纪念馆吼，伫下关这个所在吼。啊，这个下关条约内底呢，讲啊真清楚，就是讲清国呢，将台湾澎湖的充分主权割让予日本，吼、哦。啊，本来呢。日本要求辽东半岛嘛是爱割予日本，吼、哦。但是辽东半岛甲中国还是清国迄当时的华北啊，列强吼。所谓列强就是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苏联要争迄个所在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所在若日本割去，哎，因都毋免争嘞，吼、哦。所以抗议，抗议日本讲你袂使割了。辽东半岛安尼，所以后来呢，日本放弃辽东半岛，要求割让台湾甲澎湖，哦，这就是伊的经过哈、哦。啊，因为割让和这个啊，日本了后呢，日本呢，迄当时呢，和台湾人两年的时间哈、哦。啊，你若要做日本人，你就继续住了你的所在。啊，你若不爱做日本人呢？两年内底，吼、哦，你也在变卖你的财产，啊，搬回去中国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迄当时呢，有四五千个人，吼、哦，大部分拢是清国的官啦，吼、哦，伊即兵啦，吼、哦，支那兵啦，吼、哦，怎等于搬回去这个中国，吼、哦，搬回去支那。所以有两年的时间，予咱改变这个国籍安尼吼。啊，所以，但1895年，日本就开始占领台湾啦，吼。啊，咱知影日本军开始登陆台湾，伫台湾的北部，但对登陆你敢知？各位毋知呾？但这个二地登陆。本来伊个船呢，要等这个淡水河入来，吼、哦，淡水河入来真顺啊，直接入到个台北啊，吼、哦。但是淡水河呢，也有炮台，吼、哦，伊行到这炮台弄来，吼、哦，会弄船，会弄海，吼、哦。伊怎啊西南二地去，等二地登陆。啊，等二地登陆了后呢，伊该用步行，该用行，吼、哦，啊，行入来台北城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！迄当时咱知影吼，有一个叫做台湾民主国，吼、哦，啊，叫一个叫做姓董啦，董经常这个人，伊讲台湾民主国的总统，哦，洪州总统嘞，吼、哦，哇！伊讲伊要发迄个徛伫清朝立场，要来抵抗日本军，哇！讲啊真大声嘞，吼、哦，结果日本兵。第二地停留了呢，哇，鼻血流酸哈，伊、哦、就走等于中国啊哈，伊、哦、走等于了后，哇，伊下骹步下要安怎？啊，步下讲哎，啊，咱的头下就走啊嘞，啊，咱是变哪阵？哇，就开始去抢台北城的这个银库，就是金库了对啦哈，因、哦、为这个钱的所在，就开始抢。那就即卖银行，大家抢银行，一兵啊去抢银行嘞吼。啊，市民呢啊抢粮食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支那兵呢，甲台北市民呢，哇，大家拍拍做伙安尼吼，大家拢咧抢安尼，所以台北城非常乱，吼、哦、啊，因为真乱的关系呢，即进步的台湾人的私心啊，讲安尼袂善嘞吼，即乱吼，怎啊开会？大稻埕有一个地商叫做李春进吼，地商伊
召集一寡台湾遮个士绅吼，大家来开会参详吼。啊，尾仔呢决定讲派一个郭献龄，就是郭宽明的老爸啊，派郭献龄代表呢去澳大吼，啊去拜托遮日本军呢，甲带入来台北城呢吼。啊，所以即卖历史的册拢讲哇。郭献龄是大奸，是汉奸安尼吼，引带日本人进城安尼吼，其实唔对吼、喔。伊是因为要救台北市民，即日本军啊入来呢，即土匪军啊，即支那军都唔敢乌白抢啊吼，啊所以来救即台北市民，所以伊唔是汉奸吼，即、喔、这点吼、喔、历史册吼。喔真侪拢乌白写哈，啊，所以日本军入来了后呢，哇，这土匪军呢、支那军都投降啊，哇，有诶都拿迄个日本旗啊，哈，都投降啊，有诶都紧走倒去中国啊，哈，啊，所以台北城都恢复平静安尼哈，啊，这个东京雄这个总统啊，民主国总统走了后呢，第二个上大诶呢。就是台南这个乌鸡军的刘永福啦，哦，刘永福嘛上大吼，伊讲我嘛是统领呢，吼、哦，我要抵抗日军，吼、哦，嘛发足大声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呢，日本兵呢去到台南，吼、哦，哇，伊就暗时摸乌呢，就紧走啊，吼、哦，带因阿爷因厝内人紧走，走一堆呢，走入去。英国船的船顶，吼、哦，比到船顶内底，啊，当然是足侪钱，吼，这个英国船的这个船长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给藏起来，吼、哦，啊，给送到伊中国，啊，所以台南个白手港呢，哇，头会走，吼、哦，下骹人嘛开始抢嘞，吼、哦，抢钱啦，有诶无诶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嘛非常混乱，吼、哦，啊，到位日本兵入去了，哇，台南市民呢？沿路拢来欢迎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就是讲，日本军进台北城，进这个台南市，无用半粒枪支安尼吼，啊，无流过血就入去啊吼。但是呢，伫庄卡内底吼，庄卡较无同吼，啊，有一出电影叫做1895年的电影，就是咧写讲这个客家人吼。去家人组织一挂迄个啊地方的人吼、哦，来抵抗日本军的吼、哦，诶，即个故事啦吼、哦，啊，当然是无法度赢吼，因为你德国刀菜刀要拼这个正规军，你无法度赢，结果嘛是失败啊吼、哦。所以有即个故事吼、哦，啊，即个日本人1895年开始占领台湾。占领台湾了后呢，就开始治台啊！吼、哦，免啊从台湾这个所在非常落伍的一个所在，变成做一个现代化的台湾。所以讲呢，台湾若无日本人来统治台湾50年呢，咱即卖台湾呢，比中国海南岛搁较落后。吼、哦，所以。这点呢，咱爱知影吼、哦。咱过去受到国民党这历史会甲咱洗脑吼，拢、哦、讲咱来抗日反日吼、哦。啊，日本人殖民台湾是安那甲咱剥削呢吼，何拢讲这代志吼？其实无影吼。若无日本人，今仔日的台湾无可能变成做一个这么现代化。这么进步的一个所在，啊，即马就是讲，真侪人来讲，日本统治台湾是毋是用殖民地方式来统治，还是用这个台湾是日本内地延伸的这个方式来统治？吼、哦，啊，咱知影呢，日本领台头啊，这10年啊，以这个。台湾总统副的武生呢，拢日本搬过来，拢用台日本人的钱搬过来台湾来开发台湾，头啊10年
拢是日本的钱，吼、哦。日本人用伫台湾人的钱呢，每一个人平均，迄当时的钱啊，是3块几，吼、哦。日本人的这个预算啊，用伫日本人本身，可能2块几尔，吼、哦。可见伊用偌济心血要来开发台湾，啊，所以有这个关系。台湾到第11年开始吼，咱的这个武松呢，靠我都独立吼，靠我都靠台湾的税收维持台湾的建设吼，所以头啊一10年完全是日本的钱入来吼，所以日本统治台湾不是压榨台湾，不是压榨台湾吼，伊是要让台湾变成做一个进步。的国家呢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伊占领台湾的开始第一步呢，从所全台湾呢就开始测量啊。台湾会当经营的土地偌济，货拢算出来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早期真侪土地拢砍掉了，因为有大租有小租遮吼，真侪土地无人知影啊，吼、哦，都免纳税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清理了，才知影讲，哇，原来有这多无纳税的土地拢出来啊！吼、哦，就是将这个土地，吼、哦，弄分清楚，土地所有权什么人，都会当征收，都袂当征收，吼、哦。啊，搁这个刷落去，就是铁路，吼、哦。啊，台湾这个铁路要通，啊，这个百姓流通，经济就会流通，吼、哦。铁路建设。台湾的卫生，吼、哦，台湾的火警，吼、哦，台湾的邮政，台湾的电力，吼、哦，咱拢会当看到，吼、哦，咱即马就是讲日本时代所留落来只建筑物啦，哇，无简单嘞，唔咧讲水吼，啊个足用诶，吼、哦，你来看台北市，即马咧讲的总统府。你看遐尼啊水的建筑物，吼、哦，足济吼，啊个古早只火车站，吼、哦，咱咧讲火车头吼、哦，哇嘛真水呢，基隆的火车头非常非常水吼、哦，结果国民党来佮拆掉，拆掉起一个哦有够歹的啦吼，诶、哦，基隆火车头安尼吼，伊水也拆掉。啊，记一个歹了吼，啊，所以咱知影吼，迄、哦、当时日本人对台湾的这个用心啦吼、哦，比较得即卖的国民党吼，哇，天差个地哦。啊，我台南吼、哦、读这个保光学校，叫做立明国小啦吼，即、哦、卖叫做立明国小，哇，这个学校啊，嘛百外年啊嘞吼。哦啊！我回来了，有回去看吼、哦，哇！有影，确实嘛，还阁真水吼，但是叫改甲密密麻麻吼。因、哦、当时的设计呢，一教室是挑高吼、哦，因为台湾的所在热，所以挑高一个所在。啊，伊的走廊呢真大吼、哦，走廊一边，啊，另外一边就是教室安尼吼。啊，教室甲走廊的中间有个窗啊。它下骹呢有一个气窗，就是讲要通风，因为你所在热吼，也要通风啊。啊，结果我等于看呢，这气窗拢给你塌塌起来，用砖啊塌塌起来吼，伊惊人走入去内底啦，创啥啦吼？啊，较早真水的门插门，换做阿鲁米的门吼，啊，换个乱七八糟吼，啊，看了安尼真唔甘啦吼。啊，本来呢，百外年的建筑要拆掉了，讲要拆掉吼，啊，开始弄啊，哇，弄几波弄袂开，好、哦，迄水泥又够用的啦吼，无法度弄吼，到尾放弃，都保留吼，啊，所以即马阿个地啊，真无简单吼，所以日本统治吼，啊，台湾50年吼，确实难爱了解。即个日本人对台湾的贡献吼，啊，即马甲咱知影一两个人尔，我台南县的嘉南大村，吼、哦，于田什么
八一哈，八八得一，拜谢拜谢哈。因为这里伟大人，哈、哦，从嘉南在村做这个水圳，和农业会当发达。啊，尾啊，因为太平洋战争，日本无人啊，无人无兵啊，嘛个派调去南洋啊。结果呢，这只船呢，和这个美军呢，一钓鱼弄掉，沉落死。啊，结果因呢，因某呢，留伫台湾呢，我看人已经死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要安怎呢？结果呢，因某伫台湾跳水自杀，吼、哦。啊，闽南小强嘛死伫台湾啊呢，吼、哦。这个。真侪只故事啦，哈！啊，咱知影有一个台湾的总督，伊是阿卡希斯，哦，明治总督哈，伊嘛雄雄伫日本过身呢。结果呢，伊讲我要死伫台湾，我要待伫台湾，所以将伊的尸体呢，搁运转来台北，待伫台北安尼哈。啊，结果待伫林森北路。迄、那个所在吼，啊，国民党来迄个所在，哇，拢只难民占去吼，哇，大家围墙建到乌皮大呢吼，所以也无嘛无看呀。到尾呢，因为遐围墙建到强者拆掉了呢，发现迄个墓呢，佮个遗葬吼，佮个葬伫台北一个所在安尼吼，所以因对台湾呢有迄个心。哦，要来建设台湾，哈、哦！啊，你若讲比较即个国民党诶，哈、哦，诶、欸，足个死啊久啊，哈、哦！诶、欸，唔愿台呢，哈、哦！伊讲伊也要等于中国呢，哈、哦！所以啊，搁伫台客，哈、哦！啊，搁平安咧过，哈、哦！我这样就是死嘛，无要死伫台湾啦，哈、哦！迄就是伊差别，哈、哦！啊，所以国民党是将台湾看作殖民地。把他压榨、哦、用我们的钱、哦啊、来给他们享受、哦、这叫做殖民地的压榨、哦啊、接下来呢就是太平洋战争，我在1941年、啊、日本跟清国、不是跟中华民国有一个战争、哦啊、日本又去轰炸Pearl Harbor 珍珠港哈，换作珍珠港，哇，弄一个哈、哦，珍珠港嘛损失惨重哈、哦，啊，所以美国就要向日本宣战，啊，就开始打起来哈、哦，啊，日本开始呢，哇，军队作用的哈，赢打赢哈，第二打打伊个太平洋的边啊，在澳洲哈，打伊菲律宾、暹罗哈。哦打去越南，哇！拢打赢呢。啊，尾啊，伫一个小国家哩，兵马有限啊，无兵啊，要安怎？哇！嘛调只台湾兵来吼，台湾伊都无就一挂志愿军，吼、哦，大部分拢是这个高山族的吼，志愿军参加伫南洋的作战吼。尾、哦、期呢，对吧？1945年、1944年吼。哦差不多台湾人年纪、啊、比我加六七岁者吼，拢调去做兵啊吼、哦，啊结果呢，上去南苗作战呢，两三万的人吼，诶、哦欸，结果回来无几个吼、哦，大部分拢死伫遐，吼、哦，真可怜哦，死伫遐吼。结果这个战争结束了呢，啊，佫有一个高山族的原住民吼、哦，啊，佫秘伫树篮内底吼，伊、哦、唔知我。战争已经煞咧，伊也无消息，也无无煞电啊，伊唔知啊。吼、哦，结果战争了后，经过十几年啊，才有发现讲啊，秘伫山内吼，树篮内底吼，甲个送来台湾吼、哦，有这个故事啦吼、哦。啊，咱若读小说吼，这个李峤小说家有一个《寒夜》五部还是三部曲啦吼。哦内底有一部在写讲台湾人吼、哦，派去南苗作战，安那去烧战，安那死伫遐的吼，诶，这故事吼、哦，这个太平洋战争吼、
啊，太平洋战争了呢，美国呢，在最后1945年呢，伊采取什么呢？采取地毯式的轰炸，哈、哦，伊炸这个东京市，连续6天，哈、哦，地毯式安尼轰炸，哇，炸一个哈、哦，非常严重啦，哈、哦，啊，刷来呢，用原子弹，哦，一粒弹落去希罗西马，一粒弹落去那个沙基，哇，原子弹弹落了，哈、哦。现死的就10万人啦，10几万人现死，吼、哦！啊，刷咧整个的城市烧掉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受到辐射这人，哎，歹算啊，吼、哦！所以日本看这办事方，安尼无法度阁继续咧，吼、哦！所以接受一个无条件的投降，吼、哦！所以日本就投降啊。啊，当时投降呢？哎，借问啊，啊，台湾是不是战败啊？战赢？真侪人唔知啊，台湾战败呢？讲咱战赢呢？吼！啊，我伫伊面嘛，有人甲我写讲，哦，这个太平洋战争的时阵吼，因到伫台湾吼，受到日本的轰炸啦。讲你讲对唔对？吼、哦，伊当时日本是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到可能日本去轰炸日本，吼、哦，你读个歹呢？吼、哦！所以有人就不了解吼，台湾嘛是战败，啊，战败就安那呢？因为战争要结束，就是要签一个和平条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和平条约呢叫做《旧金山合约》（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） 哈、哦，和平条约。啊，这个、和平条约呢，在1955年，卡一个44年签字，52年，生效啦哈，51年签字啦哈，佮发生效力啊，所以1945年终战了后呢，日本爱接受这个投降书啊，哦，啊，这个最近我看的影片吼、哦，就是这个马卡萨，哇，伊真厉害吼，威风凛凛安尼吼，还派一条军舰，叫做 Missouri 的军舰吼、哦，啊，停伫有个哈马。这个海港内底哈，啊，这民军呢，哇，大家就飞去这个战舰的顶端啦，就是要签这个日本投降这个战书哈、哦。啊，日本呢派11个人哈，内、哦、底外交部长、国防部长安尼哦，整整11个人，真侪人无啥爱去啊，哇，这去哦，真迄落歹处理的哈、哦，去呢。啊！结果这个外交部长呢，伊伫战争中呢，互炸掉吼，所以有一支脚呢，用个耳机就对啦吼。啊，举一支拐啊呢吼，啊拜嘞拜嘞吼，啊坐迄落小只船，啊搬过伊个美国个军舰呢，哇！就爬去舰顶吼，拢做11个人，啊伫迄个要签字个桌啊头前安尼吼，11个人排做3排。徛伫遐，哇！那种小学生安尼吼，你等老师来安尼吼，李准当好徛伫遐吼，哇！一段时间了，哇！马卡萨佮出来安尼吼，啊！就宣布这个投降仪式开始啊！哇！日本就将这个投降书呢，一张一张吼摆出来吼，啊！和这个民军签字，吼、哦！民军有法国、加拿大、澳洲。吼、哦，英国，吼、哦，啊，个中国、美国，足侪国伫签字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结果签字的过程呢，加拿大这个代表呢，可能有较紧张啦，吼、哦。伊的名个签伫法国的这个所在啦，刚签唔到呀。伊加拿大的代表刚签伫法国的代表啊，啊，所以刷咧人刷无位人签袂到。交迄个有空位就伫里签落去嘛，啊签了后可能马卡萨嘛唔知咧吼，签了后日本签落，啊了后收收的，就要交给日本啊，哎，啊日本人嘛真顶真嘞吼，伊看看讲哎，这签唔对啊，签唔对，等于这个文件无效啊，我退回去嘛，日本政府袂甲你准啊。
啊，美国这边，哎，啊，无你改改咧啊！我哪会当改？哦，这签你的物件，我哪会当改？你那去改啊？哦，啊，结果美国这边呢，就开始改啊！哈、哦，从这个法国这个名个改做加拿大，哦、啊，照个顺序拢改啊呢，改了啊，交日本哈、哦，啊，日本个退转去哈，所以这是一个日本导航的这个经过了哈。哦啊，咱这个来休困十分钟，才来开始哈、哦。因为各位嘛真忝哈、哦，啊，咱休困一下，啊，过来继续呢哈。咱大家起立。